猪猪，你都怀孕八个月了，你怎么还来上班？老板说，如果我请假，就开除我。但你更不能失去孩子，抓紧工作，做什么苦？你怀个孕还矫情没完了？孕妇休产假是合法要求，你凭什么不给她放假？不就怀个孕，不就是肚子里多20斤肉，还需要放假？你们女人就是太弱，要是男人，肯定不需要休产假。我去。你了解肚中怀孕的感觉吗？我要让你感受一下孕妇有多不容易。孕妇挺着大肚子，平时行动都不方便，明知道为了宝宝的健康要注重饮食，但闻见什么都想吐。等到了出生的那一刻，分娩的疼痛感就像全身的肋骨都要断开一样，即便是有超能力的外星狼人，生产时也要疼得死去活来。所以你们这些不能怀孕的臭男人，你还少说风凉话。我知错了，真的错了，这就给猪猪放产假。那小雨呢？啊，小雨，小雨难道也？小雨要陪护孕妇啊！放假，沈天别着急，慢点，别动了胎气。